好，OK，啊，原来示范这个手写板哦，这个手写板看价格，我买了大概不到250，假设有 NaOH 80公克，0.5，最后的体积是0.5公升，请问它的 mole 浓度是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知道说它的重量现在是80克。它的分子量呢？分子量 N23 加16加1等于40，这边是40，体积是0.5，那也就是它是80除以40除以0.5。好，那么快速运算一下，这边是2，这边2乘上去，答案是4摩尔。好，那用手写板的话，这样子就可以搞定啊，而且也可以一键清除，就按下去就整个清除了。好，再重新就可以再画。